Mukasa.拿来当早餐，当夜宵都是很不错的。差点呛到了。但是它有三种口味，海带是搭配在里面的。
来姐妹们，我们吃个玉米糍吧。烫，有点烫，刚刚出锅的啊。更早吃吧，独立包装的，姐妹可以去拍的。送这个，它里面有选择啊，有21个，还有更多选择。里面有送红糖粉的和这个红糖的和这个黄豆粉的啊。它里面有规格，有好几种，姐妹们可以自己去拍。那回家小孩子啊，大个太大个了，吃不完，这种小小的最合适。我这是油煎的。拜拜。